人偶，不可能吧，我一定是在做梦。之前阿娃才跟我道过晚安，她是活生生的站在我面前的。不可能，这只是梦而已，梦而已。Thank you.
这个旋律好熟悉。啊，想起来了，这是爸爸去世时的安魂曲。身为毫无名气的音乐家，爸爸死在了穷困潦倒中。爸爸的钢琴被卖掉了，我和哥哥也不得不到孤儿院去。我很害怕，因为爸爸再也不会回来了。但哥哥说，他永远不会离开我，永远哦。啊，真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。艾娃是我唯一的家人，我们感情一直很好，从来没有分开过呢。不过，为什么我觉得这更像是艾娃的回忆，而不是我的？放我出去！我请帮我离开这里，拜托了。我要离开这个鬼地方。钥匙，放我出去，我就给你钥匙哦。多谢你了，小少爷。猫，哦，好可爱。啊，这不是预想的反应吧？快过来，小猫。不要用那么轻率的语气叫我。刚你不是一直很害怕吗？我还以为柜子里是什么可怕的东西。所以看到可爱的小猫，反而又觉得很亲切啊。即使这只猫会说话，会说话又不奇怪。反正梦里没什么不可能吧。你将不可思议的事物归于梦境，连面对真实的勇气都没有。人类真是脆弱呢。什么意思？算了，给你吧。祝愿你不会在噩梦里永远徘徊下去。再会了，娘。
离开了又怎么样？爱我他一定不会再回来了吧。每天互道早安一起生活的日子也会消失吧。牵着手的温度也感受不到了。我不会逃的，只要你没离开我，我也不会离开你。就算你要带我去地狱也无所谓，因为我爱你。你的眼睛。怎么了？不，没什么。早安，艾娃。我们说过，要永远在一起，我不会离开你的。哥哥。从此以后，兄妹两人就幸福地生活在一起。什么？你说我太马虎了？童话不都该这样结尾吗？况且我觉得，故事这样结局，会更好呢。你说呢？
所有人都喜欢哥哥，虽然他身体不好，胆子又小，还像女孩子一样爱哭，但他那双漂亮的手能流淌出神赋予的美妙音乐。不过我不在意他是什么样子，人们爱他也好，不爱他也好，他是只属于我一个人的哥哥。不知道为什么会看到他的回忆，这些话他可从来没对我说过。女孩子什么的，为什么我感觉像今天才第一次记起有这些事情呢？太奇怪了。哥哥在入秋时病了，医生说休养会慢慢康复，但是我知道那是死神的脚步声。恩魂曲的旋律一遍又一遍奏响，除了我还有谁会听到？连神也不理会的祈求，地狱的使者，你能帮我实现吗？我从来没病过，怎么？啊，胸口开始一阵阵痛了，这该不是什么莫名其妙的诅咒吧？想起来了，秋天的时候老是咳嗽，后来是肺痨。那种病怎么可能康复？为什么我现在
能好好的站在这里。你听过人鱼公主的故事吗？她用声音和女巫交换，得到了人类的双脚；用性命和爱情交换，得到了灵魂。你呢，小姑娘？你愿意用什么交换你想要的永恒呢？我一无所有，但对你而言，
也有值得交换的东西吧。姓名、灵魂，还是两样加起来才付得起这样的代价。只要哥哥永远和我在一起，我都可以给你。不，不可能吧！我到底是什么？原来我早就死了吗？我无法令死者复活，也无法束缚尚在肉体中的灵魂。像人鱼公主那样用女巫的尖刀刺进王子的心脏，咒语就会生效，而犯下罪恶的你，灵魂将永远在地狱徘徊，换来直到王子梦醒那天才会终结的永恒。爱我，哥哥，你恨我吗？我爱你啊，哥哥，我好高兴。成功的交易，对吧？我只是实现别人的愿望而已，结果与我无关。啊？那你回来做什么？不想看见我的作品朽烂在这里。多冷淡的回答。不过托你的福，我才能得到那么多有趣的收藏。不用客气。那我就期待下一次的再会了。晚安，小姑娘。晚安了。